你是要去倒位啦？我要来找阿炳。阿炳啊，我来甲我看，就看我骨里喘气无？嗯，啊，未喘气，你就行到这来。嗯。啊，恁这王家即摆是安怎？啊，你也要甲我讲一下。囝是我的，我知影就好啦，你唔免操心啦。你哪安尼讲？囝是我生，唔是你生呢？你生啊？你笑死人，是我生啦。未见笑，我食个才几岁啊？妈妈听人讲，查甫人会生囝。免钱啦，老爸上大，正人嘛知影伊姓萧，大家嘛知影讲伊是我小弟哥的囝。嗯，好啊好啊，无爱搁甲你搭水果，我要来找阿炳。把他叫出来。姐姐啊，又发生什么事啊？是那么大的气，他人不在啊。不在啊，我不怕他跑掉，假称我会等待。我小弟哥今仔日哦，踮这妈祖婆三妈你面头前来甲你忏悔，啊，我后摆吼绝对袂搁再碰风啊！我要安尼诚心诚意来做人，吼、哦，也要谦虚，啊，请妈祖婆三妈吼，你着带领我小弟哥的一片的这诚心，你着保庇吼，阮囝会当早一日恢复健康，紧好起来。甲一破石倒转来，啊，输甲许唔成馆长啊！别人有诶，都很了不起啊，啊，我也是无看在眼内啦。啊，你唔通安讲啊！今仔即个馆长啊，是我地方诶大官啊。伊若当选咧，将来做我咱诶地方，对咱地方诶建设一定会真大帮忙啊！哎呀，迄当然诶啦！啊，这馆长要安怎样做吼？我吼有伊托我即个计划伫诶啦。啊，阮囝若照我即托我计划落做吼，无一定哦，毋免几年啊，咱即个馆啊。哎，就当入去哦，别个县市啊，这建设啊、文化啦、啊，哎，各项水准拢比伊搁较悬。哎，
凡世甲迄落做啥物阿美利卡吼，结啥物姊妹关嘛无一定哩。到底是你要做，还是恁公主要做？啊，伊做甲我做也毋是同款。哎，我那开苦苦叫他甲波斯倒转来了，伊敢敢讲唔听我的话，唔听我的话，存到要后尾甲过。你看哦，哎，你也是真爱讲笑。啊，中央哩，我来，我来。好好，不爽不爽，跟你讲嘛。阿爸，阿公，你阿舅妈到底是安怎啊？妈祖婆在上，弟子小弟哥在下。拄只碰风，那是无张持抓出来，这无准算啦。后摆吼，我一定啊，啊不，即马开始啊，我绝对吼会安尼谦虚做人，请妈祖婆、三妈，你着来保庇，保庇阮囝财宝啊，会当早一日清醒起来。我看看明珠在不在。明珠啊，你找明珠，她不在呀、啊。那就算了。哎，四川老乡，我刚刚在里面就听到你的声音了，我就晓得了，你来找我家明珠是不是？我还要到你家去找你们乃健呢，乃健在不在？乃健不在啊。不在，哼，他们两个吼、哦、一定又在一起了啦。阿炳兄啊，你这么大声嚷嚷，是不是反对明珠跟乃健在一起啊？我当然反对，我到现在还是反对。那好，我管不了我的儿子，我希望阿炳兄态度更坚强一点，一定想办法让他们分开。哎，四川老乡啊，你今天的态度怪怪的呢。好好，坐下来泡一壶茶，这件事情哦，我们应该好好的聊一聊。说了不怕你笑，刚才我做个梦，梦见乃健跟小流氓啊，为了明珠争风吃醋打了起来，这乃健被人杀得满身流血。我惊醒，我好害怕。阿炳兄，你是知道，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宠他，我溺爱他，我放纵他，我希望他生活得尽量快乐，从来没给他什么压力，从来也没有指望他将来读书能读什么学位，在事业上有什么成就。我了解我不配有什么龙子凤女什么的，就像乃华跟财宝谈了半天的恋爱，还是一场空。
都怪我没有这种福气，不能招到像财宝这样的博士的女婿，才害得奶花受了这么的打击。所以现在乃剑跟明珠在一起，就是你不反对，我也知道我不配有这么聪明伶俐的儿媳。这种话我跟乃剑说过，平常的事情他都不肯听我的，这种事情他会听我的吗？我担心，我真的很担心。四个老乡，你讲这种话哦，我们听得都很难过了。你从到我们这个村子里来已经有20几年了，那你来我们这个村子又娶我们村里的小女孩当你的老婆，生了乃华乃健，你从一个光棍到现在一家四口，自从你从军中退伍下来以后到我们村里来开了这个诊所，医好了我们村里很多人，收入又便宜，你做人又好，我们大家相处在一起后，老早就没有把你当成外地人。我们很了解，你太太生下乃健没有多久就死了，是很不幸的事。我们更了解你对乃健的心情。乃健他从小就失去了母爱，所以你处处惯他、宠他，才会让他变成今天像一匹小野马似的。可是我女儿就是欣赏他，你以为我反对他有什么用吗？我大声骂他，我说要笨打卡骨要给他学堂，他会听吗？我在美术的啦，他们要在一起还是一样在一起的，这样也好了。今天我们大家把事情讲开，这样也对了。你儿子乃健，我蛮欣赏他的了，他是块材料，具有叛逆性，可是现在他是半大不小的最危险的年纪，你担心他又不敢管他，这样啊，我提早哦把他认为是我未来的女婿，让我来管教他试看看。哎呦，算了啦，你管教孩子啊都是乱打乱骂，小孩子也不会听你的啦。人家四川老乡啊，他比你懂得做人，他修养好啊，你别在计较啦。其实啊，四川老乡啊，我很欣赏你们家乃华跟乃健呢。要是我有一个大儿子，我一定要叫他娶乃华。乃华长得又漂亮又温柔啊。哎呀，我实在搞不懂，萧帝哥那个博士儿子，眼睛是怎么长的？他会抛弃乃华，去娶那个什么呆郎呼侠的千金小姐？哼，千金小姐有什么用？他不一定啊，会比乃华好啦。好啊啦，好啊啦，找人干哪咧讲人的尻川后话，大金嘴。其实啊，阿斌啊是在做梦啦。如果你们家乃健啊真的读到博士啊，怎么还会要我们家明珠？哼，他个派去啊伊啊！我要学无缝，才不要！我不要你死，死有什么关系啊？人总是要死一次的。我要死，我要死！如果有人要欺负明珠，我会为他而死。没有人会欺负我，我不要你为我而死。你连这点机会都不给我，我是为你慷慨就义。不要，我只求你对我好一点就好了。我对今天的绵绵絮语发誓，我爱你的心绵绵不断，永远永远不会变。
爹。小花姐，小鬼，你怎么在这里啊？姐，难道我不能来吗？彭大夫，我给你介绍，这是我弟弟乃进。彭大哥你好。乃进你好。这是我女朋友明珠。你好。你好。明珠啊，你越来越漂亮了。哦，你们玩你们的。姐，我不做军情炮。明珠总。你干嘛慌成这个样子？我终于看见我姐姐走出萧财宝的阴影，我太爽了。彭大夫，这次我跟你出来，可是我在感情上却不能对你做半点承诺。你不会生我的气吧？也许换作是另外一个人我会生气，可是对于你我不会。虽然你不会，可是我心里却觉得过意不去。你不要这么说，如果我跟你在一起什么都得不到，但是却能够疗好你的伤痛，那么对我自己来说我就很满意了。万一我的伤疗好了，你却受到了伤害，那我跟他有什么两样呢？这不是比他带给我的伤害更严重吗？我说过我承受得了，而且我很感激上天对我这种安排，因为我知道而且非常清楚，在我受伤害的同时我也感到很甜蜜很幸福。秋慧小姐，请问今天怎么没有看到陈小姐？奶华妈今天请假。那跟我先生动手术的主治大夫呢？你找彭大夫有什么事情吗？我想了解一下我先生这样神志不清记忆力丧失的情形还要多久才能恢复。这个你大概要等他明天上班再详细的告诉你，因为他今天也请假。秀娟，秀娟，妈，你干嘛神不守舍的？我没有想到妈会来，我是特地来看看财宝的。哪里有水龙头啊？那里有水龙头。秀娟，怎么会这样呢？他的脑子会出现幻觉。那大概是撞了脑子。看这个情形，就算治好了也是个废人。秀娟，我没想到会这么严重啊。照顾一段时间
应该会好。那还好得了才怪呢。秀娟，算了，他们自己家都没有一个人待在这儿，你还呆呆地守下去，难道你打算一辈子扛这么一个包袱？我相信他会好。还好得了啊，才怪呢。秀娟，你应该理智一点，妈妈实在是可怜你，以前你跟妈妈吵吵闹闹的就算了，妈妈为了你的终身幸福再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肯在限期之内把肚子里的孩子拿掉接受仁德，妈妈愿意再为你去说下一次，希望你能珍惜，好好的考虑。妈，不要说了，我不会考虑。南华，南华，你要什么？水，我要喝水。我知道给你。我要喝水。秀娟，他这个样子，还叫着别人的名字，你还不死心啊你？好了，我知道你是在跟我赌一口气，妈妈现在也不要逼你，你也不必现在回答我。这种情况你还在做别人的替身，你慢慢的想一想，你值不值得。好了，那我走了，十天之后我来等你的消息。我想起来，他是我住长贵那个老阿妈，老阿妈。你怎么突然回来也不说一声呢？这是我们医院的外科主治大夫佟定国佟大夫。佟伯你好。好，好。小地方不像样。哪里？乃华说您的医术很高明，替村子的人啊看好不少病。可是您却淡泊名利，这种境界啊，我很佩服。哎，乃华胡说呀，我哪算是医生啊？在这个地方开个小诊所，替人看个小毛病，混口饭吃，老了不中用了。陈伯伯，您太谦虚了。乃华，难怪你的性情那么不跟人计较，那么温柔，那么忠厚。今天我看见伯父啊，才知道你这个性情完全是得自遗传。你别看我爸表面上一副好好先生的样子，他呀是外柔内刚，你拍他马屁也没有用的。去去去去去。在客人面前乱讲话，啊，坐一会儿。看你从过去的阴影里走出来，又跟佟大夫在一起，我很高兴。爸，别替我操心嘛，我还小啊。不小了，他对你那么好，又是主治大夫，是你的福气哦。嗯。洪大夫啊，乃华你要好好教育他，你别看他这么大了，哎，他还是需要人照顾的。乃华，以后放假呀可以跟佟大夫同时下来玩玩吗？爸，我们要走了。哎，这个客人来了我总应该尽尽地主之谊啊，怎么说也该请佟大夫便餐啊。不了，佟大夫晚上还有班，我们要赶回台北呢。真的这么干？陈伯伯，下回吧，下回还有机会嘛。陈伯再见。再见。爸再见。再见。好，陈伯再见。
什么事啊？我刚刚来这里的时候，经过诊所门口，你猜我看到谁？你看到谁了？乃华，他回来了，还带一个男人哦，长得很漂亮，很缘投哦。他怎么跑回来了？那黑就糟糕啊！那什么人要来照顾大哥嘞？啊，你不是说大嫂也在医院吗？会不会是大嫂不高兴，不让乃华照顾大伯，所以乃华对大伯死心，才会再交新的男朋友？嗯，我去问问乃华，顺便看看这个男人是谁。陈叔叔，我刚刚在学校门口迎面碰到一部车子，我好像看到乃华坐在里头，哎，是不是乃华回来了？是啊，你看到佟大夫没有？没注意到，哎，人品不错，哎，是不错。如果乃华能嫁给他，我就放心了。陈伯伯，你想乃华会真的爱上他吗？这个感情的事情可以培养的，只要他们两个愿意在一起，我相信乃华总比活在痛苦中要好得多。可是我知道这个大夫已经追乃华追了很久了，乃华要是愿意接受早就接受了，现在突然跟他在一起，我想一定有什么原因。哎，你也在这里啊，陈伯伯，听说乃华回来了。回来了，又走了。啊，他怎么可以回来呢？怎么，乃华跟你们萧家有点过节，现在连家都不可以回来？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那你是什么意思？他回来我大哥没人照顾了。哎，你要弄清楚，乃华不是你们萧家的什么人，他没有义务照顾你大哥。算了算了算了，我说错话了。二哥啊，你刚刚说话有点鲁莽。哎，我说话本来就直来直去，我又没有恶意啊。陈伯伯，不好意思啊，我哥是直肠子的人，说话得罪了您，请您原谅他。我并没有怪他，其实我很喜欢他为人。门外走路啊！练的，他都不好玩了。那从地下爱走，样走呀，要磨就该从上面走。弟啊，这你停了早两天，我就别爱干毛毛去了。春节我看到南华做证啊，我娶一个查甫人，啊在门口遐看老爸在开讲，伊若要怎么淡薄照顾阮娘啊？我是愈想愈袂放心啦，啊无我来淡薄一撮好。我看吼，唔免去加开遐钱啦，无啥要紧，秀官在遐咧。他是这么想的，可是我没有答应他。为什么？你想想，我跟他又不是情侣，如果我们出去玩几天，那我们不是要在一起过夜啊？这你都不明白。既然你对他没意思，你为什么要答应陪他出去玩呢？啊，这几天太累了，出去玩玩散散心不是也蛮好的吗？看不是这个原因吧。那是什么原因？是萧财宝太太这两天在医院陪着他，你心里的滋味不好受，对不对？你观察的倒蛮细致的嘛。我猜对了吧？不管怎么说，我不会抢走你的同定国，我保证，你可以放100个心。你无心别人却有意，说不定佟大夫的心会被你伤害，成为无辜的牺牲品。别把佟大夫看得太简单了，你只要关心你自己就好了。在这方面啊，我们都有些免疫的能力。
你的资历最浅，才容易陷下去呢。算了，他都对你这个样子了，我还有什么机会啊？我早就没戏唱。不过，要是给我逮到机会，我还是会反击的。好，我为你加油。谢谢你。今天肖财宝的病情有没有什么进展呢？我不清楚，他老婆一直都陪着他呀。秋慧小姐，我先生的医药费一定很高，医院怎么都不来催我们缴钱。秀太太，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先生的医疗费都是由乃华处理的。哎，秋慧小姐，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陈乃华了，我怎么样才能找到他？乃华姐她已经请调到妇产科了。哎，能不能麻烦你帮我传达一下，就说我想见她。我很抱歉，我没有考虑这个问题。财宝爸爸交给医院，再加上我这两天结过账，剩下来的，我应该要交给你，以后就由你来支配吧。不，你误会我的意思，我不是来跟你拿钱的，我只是担心财宝的医药费付了没有。既然已经付了，那我就放心了。不，早晚我也是要交给你的。我真的不是为了这个来找你的。我实在是想跟你讨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看看你是不是可以帮忙。你说吧。你知道的，自从财宝出了车祸，全家人一下子陷入慌乱中。现在财宝稳定下来，生活和家不能不做个安排，我也该挑起做家庭主妇的责任跟义务。如果财宝可以出院，我想把他接回家里去休养。我也该去找份工作去上班。我去拿钱。乃华，乃华，我想知道他什么时候可以出院，最好大夫能告诉我他什么时候可以恢复。如果在开学以前他可以恢复，我就要帮他安排到中大报到的事。他的聘书是有期限的，过了时间可能就有麻烦了。财宝非常重视他的教授帮他安排的这个教师席位，他对于自己报到以后准备展开的学术研讨工作有很深的期许。我了解，可是他的事情只有主治大夫才能给你回答。肖太太，是这样的，肖先生这次车祸的情形呢，是相当相当的严重，而且他受伤的部位啊，都是在脑部啊，所以说不客气的说，他这一次呢，你们不要再奢望他能够在半年之内有什么从事工作的机会。那他有能力照顾自己的生活起居吗？这个就很难说了，要看他接下来的康复情形。我想最好的状况啊，是你替他请个特别护士给他看顾，这样比较妥当。希望半年之后他能恢复正常。我们也是这么期望，凭良心说，是因为乃华的关系，我已经尽了我所有的力量了。像他受伤的这个情形啊，一般的状况医院是不敢收他的。如果他能够完全康复的话，也算是个奇迹了。我会永远感激佟大夫，以后只要有机会，我们会好好报答你。这倒不必，倒是你要好好照顾他，那才是真的。如果有人照顾他的话，这两天我就给他办理出院，您把账结清了，你就可以带他回家休养。好好，谢谢您，佟大夫。肖太太，不要客气了。要记得啊，以后要按时到脑科来做检查，还有，
一定要请个特别护士好好照顾他。如果我要出去工作赚钱养这个家，那我还是得请个特别护士照顾他。以你的条件应该可以找得到一份收入不差的工作，负担特别护士的费用大概不会成问题。我不是这个意思。那你的意思是？我想没有什么人适合照顾他，依照佟大夫所说的，他的情况最少要半年，要长时间照顾病人，一般请来的特别护士是没有这个耐心。如果常常换人，可能对台宝更加不利。如果这个人，我想请你，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请你原谅我的弟弟。我认为你最合适的理由是，别人绝对没有你这么仔细的做这份工作，也不会像你这么了解。我们从事护士工作的，服务病人是天职。我能做到的，别人一样能做到。是限制在别人。很抱歉，我不能接受你这个要求。你要去哪里？没有啊。我们回家了。我的家在哪里？就是这间呢。你看，你从小在这里长大的，你不记得了吗？我没见过，什么也不记得。你真的一点印象都没有？先进去吧。希望你会慢慢有印象，慢慢会记起来。财宝，财宝，财宝，这边啊，不是这里，不是这里，那边，来那边，我们的房间在那边。到底要去哪里了？我要回家，我要回家。这里就是我们家啦，啊！来来来，你坐着不要乱跑，我去看看家里还有没有人在哈。大嫂，你回来了。朵培现在怎样了？我把他接回来，他现在在房间。真的？朵培，你好一点没有？朵培，你在看什么啊？水龙头，水龙头没关好，水跑出来了，快快，快关起来！宝贝，你在说什么呢？快，快找奶华来，奶华知道怎么关的，赶快啊，赶快叫奶华，只有奶华知道水龙头怎么关的。财宝，
那是屋顶天花板，没有水龙头啊。有了有了，赶快关起来，要不然会被水淹死。好好好好，等一等我就上去关，好不好？你会关，你不会关的，最好给我换个房间。那你喜欢什么样的房间啊？像美国的。这哪里是房间嘛，这是给猪住的地方啊。你看到处都长满了草。来来来，财宝，你看看他是谁，你认不认得他？他是我以前的太太。胡说，那你有几个太太呢？也没有多少，大概有七八个像他那个样子。春姐啊，你是安怎想？大伯的病还无医好啊，你是讲还无法回来？赶快赶快去拿伞呐！下好大的雨，我都快淋湿了。来，快快！阿伯，你是你后背讲讲啥啊？我知道。我以前的太太来跟我要钱呢，哪一个是你以前的太太啦？好多啊，有七八个哎。阿婆，你大概会听没有？不会。那你身体会不会难过？我不知道。阿婆。你为什么抱我抱得这么紧？你为什么在哭？我是你什么人呢？哪会到我这里来？我给他堵草，他忙得很啊。他去哪里？你知道吗？他现在哦，升级的啦。我这个船定不够看啊啦。他天天都在陈议员家，起码他嘛跟陈议员扩大甲修连，都在讨论恁大伯要选举县长的事情啊。我是在靠岸哦。哎，林姐。你跑来做什么？你哭了，为什么？宝贝回来了啦，可是哦，他跟以前通通都不一样。啊？那他没有医好？好像拍拍去啊。奇怪啊，还没有医好，怎么会回来？你不相信，你回去看一看。大哥，Charlie, how are you? 你现在在说什么？ Are you Charlie? 你说英文，我听不懂啊。奇怪，你跟我一起在美国留学，怎么不懂英文呢？大哥，我是你弟弟才华。不对，你一定认错人了。你是我大哥，到时我都不会认错的。No, you are Charlie. I was halfway done with final essay for your doctorate degree. Don't you remember?
出院以后的财宝病情没有明显的进步，死要面子的萧迪沟看在眼里怨在心里，他对财宝的那份偏爱还会持续下去，还是会采取什么样令人无法想象的举动呢？为了现实生活，秀娟委托乃华担任财宝的特别护士，乃华会答应？出外谋职的秀娟又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境呢？自小被父亲溺爱的乃剑，为了追求明珠和歹徒起了冲突，他会闯下什么样的滔天大祸呢？一生漂泊的四川老乡要如何承受儿女给他带来的困扰呢？故乡情，父母心，下星期一晚上请继续观赏一集比一集精彩的草地状元草地状元。